我操！把温泉狗咬啊！哎呀，放吧！哎呦，神经病啊！我操！戳到凤凰了。不是你丢我打的，就是说，没有拿手，我没错。这里软的。不是，刚跟你开玩笑有个度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之前离腰挺好的呀。这是脊椎啊，哪能这样子压啊？好好好，好好，快点打120。不是我没跟你瞎说，脊椎能不能说沙发是软的？你先坐下来压吧。我现在动不了，你先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真动不了。完了，完了。没跟你开玩笑，是要出事儿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跟你开玩笑，因为是沙发软，你刚刚一下子手这样子一下弄下来，弄好像瘫痪了，好吧？你说真别这样开玩笑。不是你们。啊！能不能说？哎呀妈！现在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！哎呦我操！虚过了。不是，这颈椎真会出事儿了，千万别乱开玩笑。这个沙发没像以前那种沙发那么有支撑。一下子他就给一下全下去了。好嘞，哎，大头闯祸了，他把衣服给干塌下来。你猪搞瘫了，完了，阿尔萨斯了，对吧？哎，就差办公室那把那把那个那把什么，对吧？那把剑了，那把叫啥叫？好好，双之哀伤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上来这么多人？蛋碎了。啊，什么？蛋碎了。喂，你一直这样的啊？我之前都说了，跟你在一起我都买人身意外险了，你不能这个样子的。